哋有嚟到 Yang 同埋呢个十六街嗰度，咁又有越南粉同三草亭、日本拉面可以拣，人生有交叉点啦。本来我哋咧就谂住嚟食越南粉嘅，Mini 王你想食咩？我冇所谓，唔系通常都系你拣嘅，系啊，B 如果我一定系拣越系啊，我拣越南粉啊。拍板嗰系啦系啦，好 Mini 王点啊？坚持就越南粉啊！就啊，Billy。Mini 好你喂打机，估唔到咧，而家2点钟都仲系好旺喎，好多人。咁啊，当然唔会系排晒队嗰种啦。呢啲叫九层塔。点解叫九层塔嘅？反正就佢系越南东南亚一带嘅香菜嚟嘅。今年世卫叫个细嘅特大粉，我特大卫咁，所以咯叫特大。咁啊，有个几大嘅对比喺当中。天就唔好系粥，咁佢就系叫熟牛肉、牛筋同埋牛柏叶。咁其实同 Mini 嗰个系阿 Mini 咪系大啲嘅，系大啲嘅。Mini 话你都中意食九层塔，都好食嘅。我哋又唔要佢，所以我又。而家已經訓練到自己唔算抗拒，但系咧我就麻麻地，我中意食咁貴到，好彩佢冇芫茜。咁原來係要嗰陣味嘅咋，即係唔會就咁食。我都食。我淨係作麻菜嘅啫，麻菜我中意食，但係啊，綠熟少少會開心啲。好。我哋咪三個都嗌特別。唔係啊，佢唔係啊。邊度啊？士拉茶。我嗰塊葉啊真係幾香嘅，我話咗少少，咁大 size 都係10蚊，抵過呢、這個抵過六元，但係菜唔算多，咁你叫嗰個牛油果冰味嚟嘅，啲橫隔摸筋，好香，生牛肉，係我啲。血水嘅味，兩原始少少嘅香味，頭先幾好，好實啦。哦，呢、這個牛丸，頭先我食嗰個牛筋丸，牛筋丸咧個煙韌程度大啲，牛丸咧個牛嗰種香濃味好啲。邊樣好唔好味？好香，我中意食佢個熟。哦，係啊，佢又唔係咁多肥啦。因為如果你好似我咁叫特別牛肉粉，佢有啲係好肥啊，雖然都唔係多嘅，兩三片到，好味。Kenny 好唔好食？你落咗咁多菜好唔好食？香唔香？Mini 文同 Mini 咧都係叫呢個 Avocado 醬牛油果冰冰。其實越南人同泰國人好近嘅啫，但係咧啲嘢食好唔同嘅，即係泰國你都可以話佢啲咖喱有少少印度嗰邊，但係越南咧就同佢咁近又唔同，佢同廣東又唔同，所以好特別。內國日本統治台灣，但係你話越南牛肉粉係咪法國影響我唔知，越南咖啡就肯定係。佢就中，唔係啊，全部牛肉嚟㗎，應該呢只又似豬肉喎。佢越南嘅口味嘅風味同東南亞好大區別嘅，但係泰國同東南亞又好相似。即係好一體啦，至少，因為泰國都係東南亞一部分嚟啊嘛。但係越南理論上都係東南亞一部分，但係佢就好特別咯。佢可能受法國殖民嗰啲影響。唔知係咪啊？南越就肯定啦，越南南方肯定，北方啊唔知。牛肉粉啊、蒙啊呢啲都比較特別，冇乜點研究東南亞歷史，一來冇乜興趣，二來咧就算連旅行都冇乜興趣。細個我爹哋媽咪咧，幾乎帶親我旅行，除咗大陸之外咧，就係去東南亞。年年都係。咪揀一笪地方，新年栽團咯，一年去一次。咁我有陣時去大陸，有好幾年去嘅，一年去咗菲律賓，一年去咗泰國，一年去咗星馬，未去過越南。越南一直都打仗，打到最後就難民鬼人去
泰國就去過兩次，去過台灣一年，其他都是大陸咯，即係廣東、廣西啊、華東啊咁嗰啲啦。以前通常是災團啦，嗰啲鴨仔團。去之前有個茶會講座咁，跟住次次去親嗰啲團就總會有一日或者兩日係要去聽講座。洗腦。係啊，跟住話俾你聽有啲咩買，韞住你喺嗰度。叫你買嘢咯。又半個鐘、一個鐘，佢有啲嘢參觀嘅。但大部分嗰啲嘢，如果你唔係俾個旅行團韞住，你根本係唔會去嗰啲地方買嘢。咁你成日都走去啲地方。O K 啊。華東咯，即係廣東廣西，間唔中幾日團嗰啲都會去嘅，就唔需要等到新年嘅。咁但係華東嗰啲咩上海啊、杭州啊、無錫嗰啲，後來我就去咗同我媽咪去咗北京同上海咯。所以上海我去過兩次，再過去一次，出嚟做嘢之後翻香港又去過一次，係嗰陣時先至同媽咪去北京。我爹哋媽咪就細個嗰時已經去過北京一次，我就嚴冬嗰陣時就冇去到，都行好多路啊去北京，所以好在都冇去嘅嗰陣時。我北京係啊，行好多路。去天安門、故宮、頤和園、長城，全部都行嘅。咁去啊，搞到我爹哋媽咪辛苦啲咯。細個要抱，我大啊行長城我都行到扯下，因為啲石級好高噶，咁然之後咧，跨步又好大啦，又好陡斜啊，咁同埋又大風啦，我上到雲咯。咁你唔夠？唔係位高又。阿 mini 啊，即係卓卓有餘啊。阿 mini 健康喎、啊。佢體力好。跟住我媽咪都行唔到，咁我咪乘機陪佢咯。咁大家就係唔行。其實我都行到好多，有個同團嘅阿伯，哇，行到上去頂，即係嗰個山峰嘅頂啦。當然唔係行曬啦，兩邊行，佢兩邊啊，即係八達嶺嗰度。我哋鴨仔團行咗咁多啦，行一邊，係啊，即係唔夠時間咩咁啊？係自己去啊。邊度唔大陸旅遊係咪真係咁多人嘅咧？度度都，因為我其實我自己細個去。華東去廣東省，甚至係北京、上海。上海係淨係得一條街，變態地多人，其他地方都唔係咁多人嘅。但我睇新聞，我唔知係咪以偏概全，淨係揾最多人嗰個地方嚟睇。最多人嗰個，即係你譬如個泳池都可以塞滿曬人都游唔到水嗰啲咧，嗰啲變態嘅咧。佢唔係度度都係。係啊，你去得大陸旅行多？但係仲要你睇下咩時間咯。如果你係長假期，咁啊即係。可能度度都係咁啦，但如果我哋唔係長假期去啊嘛，咁啊唔會去得。係我爹哋媽咪成日都去大陸旅行，以前咁樣好少人嘅啫。我、係啊，但係最緊要你唔好長假期出去，長假期出去真係拍屁股嘅。哦，係啊，好憎啊！我同佢有一次去呢個布拉格嚟咯，啲人講到布拉格廣場幾咁浪漫啊咁樣，哇，多人多到～誒，核突到爆啊！我覺得係中國最多人出去旅遊嗰陣時。係係係，但係其實都唔止就係中國人嘅，韓國人啊，其他歐洲人啊，周街嘅人啦、啊，總之個個都去布拉格。跟住咧就個感覺係，哦，以後都唔使去。我依個感覺咧就喺巴塞羅那嗰、那個西班牙。嗰、那個廣場就係呢個地方，人山人海，同埋影相係淨係影咗一扎人咯。係啊係啊，影咗。你又隨又唔夠高喎、啊，我哋。咁你又飛唔走啲人嘅、因為你飛走啲人就飛咗大半景啦。喺巴塞羅那就有呢度，去到埋嗰個李斯本啦。李斯本。李斯本啊，李斯本就冇。係啊，我如果有機會我都想去李斯本。馬德里啊，即係西班牙首都。會唔會好過巴塞羅？有冇去到？應該有嘅喎。有。我其實唔係咁中意飲牛油果冰。即係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嘅。咁但係咧，我都覺得係好怪。牛油果我始終都係中意食鹹鹹地食，唔係甜甜地食。鹽落去幾好食。
即係當芝士，我成日覺得係鹹咧。芝士咧，佢芝士就係食甜嘅芝士蛋糕啦。係啊，我又好又好。係啊，理解唔到嘅。我其中唯一可以接受到嘅就係當啲蛋變成甜嘅，我都仲可以接受嘅。但我都係中意食鹹嗰個蛋咧，就多過甜嘅蛋。蛋咧？咪就係咯，咁我接受到燉蛋，我接受到 cream brûlée 嗰啲，但係咧我都係中意食鹹嘅蛋係多過甜咯。或者豆腐都是鹹的就好過甜，有些本身甜的呢就好少變成鹹的，它很清淡，反正有一種很甘的味道，它好像鮮炸的，所以剛才等了一段時間，還有看到它在那裡攪拌機在那裡嘅都挺大杯6元這樣，以現在的 standard 來講都不算太貴，那我這個特大3,700-900元，仲要冇味嘅，真系黑人憎。嗰间嘢唔堪嘅，有啲人欣赏咯，可能唔知啊。呢个抵好多，好多人欣赏嗰间嗰间嘅。系，我哋，但系佢喺台湾都做得 OK 啦，所以我理解唔到，我只能够讲我比较肤浅，理解唔到。但呢个我理解到。雖然我不喜歡牛油果偏甜，但我都覺得挺好飲，同埋呢個抵啲，再加上佢啲粉品又平，即係15元一大兜。雖然裏面冇乜菜，對比起龍門，但佢又平啲，但個味道都 OK。佢係將啲鹽炸咗之後放落去。就唔係成條咁，但我亦都見過人成條嘅。咁可能鹽就香啲咯。我落咗一塊鹽都，即係唔小心落咗塊鹽，我都覺得幾香。食清咗，咁日本拉麵咧，好多時候咧就會有個衝動咧要飲曬啲湯。雖然最後尾我都唔會飲曬嘅，咁但唔知點解食越南麻粉咧，我就唔會有個衝動飲曬啲湯。而且咧，就算喺個食嘅過程當中咧，都唔會飲咁多湯。雲吞麵鋪咧，其實我都會。啊，呢個有啲有趣嘅分別。清湯還清湯，但係唔知點解，譬如雲吞麵啊、蝦子麵嗰啲清湯咧，我都會好中意飲喎。但這個呢我就麻麻地，可能好像譬如清湯牛腩的牛腩湯，我又麻麻地喜歡喝完的，即可能是這樣的原因。它像 牛肉湯底就可能豬肉湯底和雞肉湯底呢就會比較容易喝完，會不會呢？雲吞麵的湯底呢，大地魚蝦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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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蝦好，那個味濃好多，呢、這個清湯咧比較淡好啲。即係佢個味道加埋個粉就好味嘅喎，但係唔知點解咧，我就唔會飲佢湯。